你怎么来了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来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交给我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理财师。您是要办理理财是吧？理财的话，您上那边那个柜台，先取一个表格，然后给你去那边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就是想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。我帮您查第一行第二行，这边请。您跟我的同事说清楚。啊，对。啊，没关系。来，您再停一下。喂，喂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？先生，我这边已经查过了，您的卡没有被冻结。好，谢谢啊。慢走。哎呀。车呢？